这座寺庙就在华兴海鲜市场边上的一座小山上，这里到处都是猴子，你看他们集体行动要去哪里。哇，一群猴子过来了。哎，他站起来看了一眼，这是在侦查吗？哇，这个长得有点像孙悟空。哎，是谁在喂东西吗？哦，这个人推着一桶饭，猴子全部跟过去了。新政如意，新年发财。这是不是喂猴子去了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狗都过去上去吃。你看，他拿了一坨饭。猴子、鸡、狗和谐生活，这么小，这大概生下来几个星期？对，很小。你看，你看这只猴子过来了，看到了，给我挡在我前面了，肯定是个警卫员，挡在我这里了。哨兵了。对。对，看，他嘴巴塞得鼓鼓囊囊的。走了，大猴子，快去找你二师兄去。哇，好大的风啊！看二师兄，你看他好淡定啊。其实个子很大的哦。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故事，满山的大师兄，就一只二师兄。看这个寺庙里面哦，可以贴金箔，这还供奉猴子嘛，猴子神。这猴子坏不坏？你看那个客人刚拿的可爱多，被他抢了。看、啊啊、这边厕所用铁笼子围起来的，你看上面还写着不让猴子进去，你进出的时候要把门锁起来。我们来到山上的这座庙。哇，大海沙滩尽收眼底。还有这个下面呀、啊、嗯，我们两杯，这个是要那个蒜的那个，它有这种肉还是要这种、啊、他说是一样的，其实是一样的。那要这个啊？啊，你到来啊，哇，那是坑了哦，上来他一半的价格，来百多老还是百多、啊、有八个你选怎么烧？两个有没有？怎么做？蒜蓉。蒜蓉。然后蓝虾。450。到处都是。这个450也不贵啊。最差不多差不多。他怎么可能认为是六公斤的？他这里怎么也没有六公斤啊。OK。哎，他前面那个有多少只战车啊？七八只。哎，你看。就是有点调皮，他们家这个战车比较贵，要800一公斤，800一公斤，大概7到8只。这个才那个，这个不好吃，这个，这也没什么肉，它肚子抛开。我们现在要来买花螺。因为隔壁没有，然后跟老板商量了一下，让他免费帮我们加工，就在别的摊子买，然后上他们家。还有鱿鱼，没有，这个叫乌子、啊、墨鱼还是墨鱼的，这章鱼，章鱼 October 这个花螺、啊、这个咋烧呢？买个小一点，蒸啊蒸啊，这哪有鱿鱼好吃啊。你哪里拿？这个须子是很好吃的，这个、是吧？你这个须是很好吃的。别再撸了。不过在这里没。好、嗯，好米那啥。好，吃了，好吧。银盘送来1200。1200，这么贵啊？
这一袋1200。嗯。啊，太贵了。冷盘，冷盘。哦，冷盘，带带带 ，OK OK OK， 冷盘冷盘，带带带带。这个螺1200株，还到1000株，我也不知道划不划算。是1350对吗？1350，对，还有加上那个章鱼，扫码。蒜炒战车，这个是膏蟹，咖喱膏蟹。这个是扇贝，扇贝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虾，蒸战车。看看大小，哎，我们就，哦，我们还有一个那个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有一个包蟹，结果这一盘子都倒了，看看，我们看到吗？这个黄，还有两个菜。我们是还有两个菜吗？放那么多，是不是还有两个菜？从来没想过这个会变成最贵的一个菜。哇，好胖！10块钱一个，差不多吧。对啊，好了，解决战斗。冬卷彩云。好，冬仔要付钱了啊。好了，我们吃好了，猜一猜多少钱？猜一猜。猜一下啊，3000。2235，那加上那边1350，3550，700块钱，对吧？这一桌700块钱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四大两小，700，人均100块钱。看前面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一家，在这家买的螺和章鱼，一共大概7-8家吧。这边就是码头。反正这个地方我们每次到华盛来都会吃一顿。现在退潮了，上次我们来的话这个全都是飘在上面的。对，现在正好是退潮时间，涨潮的话，哇，船全部开出去了，捕鱼。